不信是吗？去年表演，今年还行。今年最小了。哎，这个怎么见识吸完了？它吸到盘子上了，行吗？啊，咱们用手拿起来。火鸡面今天没有，宝宝。播到几点呀？播到11点，今天就下了，老铁们啊！今天不播那么长时间了，累了。第一天开播。嗯，第一天开播。先试试嘴，适应。这是一个果冻，这一个果冻就180克，180克，里面有超多的椰果，看没有？这个像吃那个什么似的，水果罐头，像吃水果的罐头似的，冰冰凉凉的，很好吃。确实是有点一口吃不下，我来一个，你来一个，你一口能吃得下、我都不用你拿起来，这怎么是西宫？我跟你说，这么多年我就是再休息，我依旧是行的。来，真的，来，不是不用怕，根本不用怕，就是咱们得美观嘛，是吧？新的一年了，牙上的东西你可扯扯，也别嫌弃啊，新的一年了啊。来了，点给你们表演个绝活，没给点关注，点关注，一年只表演一回，哎，开年年末，来3、2、1，3、2、1，你这嘴挺大呀，里面是椰果吗？对，里面有超多的椰果，很好吃的，真好吃，在外面买这样一个果冻，是不是得要你个？得要你多少钱？5-6块钱一个吧，得5块钱一个至少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杨春雪的牌子10斤果冻，一个180克，咱们直播间，25块9，给大家发10个，25块910个，今天所有想要的11个、12个，想不想要，宝们？想要。25块9，12个，花多少钱一个了？25块9×12，2块一个。想要是不是？来，今天所有想要的25块9也不要你的，直接改价22块9，来上去。正好厉害，今天给力。22块9毛钱，到手12个10斤果冻，今天拍价再加一个13个，13个啊，宝们，一个超大，老铁们，一个超大，吃起来冰冰凉凉的，特别的好吃，够味，老铁们。对，也不是那种特别甜的果冻，你看没？里面还有超多的椰果，宝们。看没，一个还有超多的椰果，内蒙打开呀、果肉是有黄桃的吗？没有黄桃的，宝宝们。里面是椰果。几个呀？13个，行吧？14个呀？14个不？14个，老铁们。现在买5块钱一个，10个都得50，咱直播间里22块9，老铁们，13个了都，14个呀。快下14个、行了，老铁们，快下播了。收到货，好吃给个好评，行不行，老铁们？来拼好你的手速，再上500单来。刚才拍的先不上，再上500单，拍下付款成功，再给大家加一个，直接到手14个，来上出500单。我来到了，可以吗？给力！看这一个多大吧。咱这一个里面是正儿八经有真果肉的。那椰果那看得见呢。看。一个吃的饱饱的，是吧？你这量真大。是吧？看没，日期新鲜的，都是新的生产日期，放心买，铁子们。里面都是大颗粒的椰果。大颗粒椰果，22块9，14个。那门打开呀？打不开。能打开的都已经打开了。谁给你打开呀？能打开的都打开了，宝宝。这个好多地区都不拍不了吗？我试一下。单数也拍不了吗？那没有办法了，宝宝。那没有办法了。辽宁鞍山咋开？辽宁也拍不了，这么多拍不了了。那行吧，老铁们，咱5个数下架吧，就啊。果冻太甜了，这个没有很甜，宝宝们，这个不是很甜。外面买5块钱一个，咱直播间里22块9，到手14个，22块9到手14个哈，还有几10单，5个数下架，5、4、3、2、1。什么牌子？杨春雪的。
杨桃怎么卖？杨桃是29块钱，把杨桃拿来吧，把杨桃拿来。嗯，之前卖的鸡爪还有吗？嗯，鸡爪今天是没有，宝宝，然后明天吧，明天看后天看有没有，好不好？样品还没到，还没到呢，我已经要了。嗯，马上。还有别的吗？嗯，没有别的了，就排这几个品，因为今天是头一天直播嘛，就排这几个。啥也不知道，反正试一试。